我们在这个远端啊，在中央大学的我们洪炯忠教授，那以及我们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科技部网际网络科普讲座。我是曾宪雄，也是网际网络科普讲座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讲座呢，是以这个 AI 时代的机会与挑战啊为主要的一个大的主题。今天我们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中央大学的洪炯忠教授。那洪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洪教授啊。洪教授他在这个研究上做得相当好啊。他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得过这个杰出研究奖的这个教授，也得到教育部的啊，不是，也得到这个科技部的相关多的一些奖项，也是 GISE 的这个曾经担任过这个编辑。那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我们这个生物这个资讯学会的曾经当过秘书长啊，所以那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还有一个跟我特别有关系的，就是他曾经在亚大哈，我们是同事啊，也是亚大的副院长啊，就合作相当愉快。那我知道洪教授他在这个过去在这个以前我们叫做生物资讯啊，现在我们大概比较扩大，现在比较 focus 在生物医疗。那在这方面其实这个领域做得很久，而且也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啊，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 COVID-19 啊，这个病毒啊太可怕了啊，大家都觉得很对这个身体健康，我相信是越来越关心。那可是这个新型的这个COVID-19 啊，可能大家觉得现在这一阵子对大家威胁很大，可是大家不要忘掉有一个非常老的啊，古老的这个葡萄球菌的这个感染啊，这个细菌感染。我们知道在医院，我们常知道说你吃到第几线的抗生素啊，常常在问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细菌会有这个抗药性啊，所以那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非常这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本来是因为也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本来是要到新竹县网啊，整个对实体去跟很多这个新竹县相关的朋友们，尤其是老师啊，因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在这方面的做一个这个一个演讲。那今天呢，我相信我们就更把这个机会啊，让更多的朋友们啊，更多的大家可以来上网来观看。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经验啊。那今天我们洪教授哈、啊，我好朋友洪教授要跟我们来介绍的是应用机器学习与细菌抗药平台的设计。我觉得这个主题啊，刚好符合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非常符合这个时事啊，所以我相信这个远距啊，我们大家如果有疑问在线上或者什么还是可以来提问的啊。那现在是不是我们用热烈掌声啊，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洪教授来给我们演讲。 OK， 好，洪教授请。好，是的，谢谢曾副的这个开场白哦。那之前这个雅慧送 email 说政府要找这个 speaker， 然后跟 AI 有关的题目哦。其实那时候我犹豫了好久了哦，那我想说要不要答应，但是这个跟互作之前是共同战友哦，那也合作了很久，然后互作交代的，我当然就使命必达，一定就是要去找一个题目来做哦。那在目前我觉得我们受到 COVID-19 目前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峻哦。那我今天要演讲的这个题目呢，基本上是应用机器学习哦。那 COVID-19 事实上是病毒，然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细菌哦。那基本上刚才提到的，在今天的演讲里面会用所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当作例子，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细菌里面其实还是包含蛮多的，所以我们后面会所谓的一个平台，不是只有做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药的分析，是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等等等等。那我们的平台针对不同的细菌
针对不同的抗生素的抗药的情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做资料的分析。啊，所以今天感谢这个曾副座哈，有这个机会让本人来分享这我们跟林口长庚医院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合作期间，哎，我们把他们收集的资料样本，然后应用我们机器学习的技术，在这个跨领域的应用上面，然后的一些结果的分享。好，那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的说明。好，那今天我的演讲呢，包含第一个就是会做一个简介。好，那这个简介里面包含就是背景的介绍，哦，什么叫做细菌，什么叫做抗生素，然后在这个题目上面收集了哪些资料，要有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要利用这个机器学习来做细菌抗药平台要有什么样的限制，哦，会做一些说明。第二个部分就是在目前利用机器学习来做细菌抗药平台里面我们使用的资料有多少。好，那机器学习一般目前是所谓的大数据，在大数据的环境里面 data 很多，包含脸书，包含 LINE， 包含这个网页等等，所以这个机器学习用在大数据上面目前用的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研究上面我们的资料有哪些会做一个说明。后面这边我们会提出我们的方法，就是在机器学习的方法里面我们用了哪几个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细菌抗药的平台的设计跟实作。后面呢我们会展示在这个研究上面我们做出来目前的初步成果，那有一些结果当然还不是非常理想，我们还是目前在积极的改善当中，最后做一个结论。好 ，OK。好，那我想在一开始的简介里面，我就针对背景做一个说明，然后之后紧接着就是这个问题的动机跟目标，然后文献部分参考文献部分很快的就带过。好，好，那我想细菌对于抗生素的抗药。那我们这边我们把它简称是 ABR， 那 Antibiotic Resistance ABR， 那这个要描述的要说明的就是细菌抗药。好，那这个细菌抗药其实我们都还蛮熟悉的，因为在去诊所去医院看病过程里面，如果是细菌感染的然后比较严重，那医生大概都会开这个抗生素给你。好，那抗生素对细菌的感染的治疗的疾病的治疗其实我们都知道非常有效，如果你知道某一株细菌引起的，然后这个抗生素给了之后，那有一个疗程走完，基本上这个细菌就被杀死。所以这个细菌的抗药也就是对于之前某一个疾病里面，在治疗的疾病里面，这个细菌产生了一些抗药，使得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效果降低，也许完全杀不了细菌，所以在这一点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背景说明的，就是细菌抗药，然后一旦细菌产生抗药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难治疗，那细菌我们刚才提到抗生素在细菌的治疗上面非常疗效非常好，反而是像 COVID-19 病毒，因为它会变来变去，那演变然后突变等等，所以在细菌目前的治疗其实比病毒治疗 相对稍微，如果知道它是什么细菌引起的，那在治疗上面比较能够对症下药得到好的效果。但是一旦如果这个疾病的治疗产生细菌抗药之后，第一线第二线的抗生素用下去都没有效之后，其实就很难治疗，那就可能危及到这个多种器官衰竭等等，所以一旦产生抗药之后，我们这点要说明的就是很难治疗。第三点告诉我们，那
过度的使用，overuse， 或者你某一个抗生素，因为我们去诊所或者医院，医师都会跟你讲这个疗程要走完，七天的抗生素你要把它吃完，万一你吃了三天觉得好了，然后你就没有这个疗程没有走完，可能是 underuse， 没有把它全部吃完。另外呢是误用，小小的疾病你去诊所他就开抗生素给你，所以这些都导致呢这个抗药性呢发展的非常快速，滥用，然后疗程没有走完，然后小病就开抗生素等等，所以这个呢会导致呢如果使用的这个抗生素呢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之后呢就会产生多重的抗药，那多重抗药基本上治疗上面也是很困难，那 ABC 它产生这三个多重抗药，所以在细菌的抗药上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很难治疗之后，另外一个如果产生的多重抗药之后的治疗，那也是非常非常的费时间，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治疗的过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题目的进行里面，林口，我们跟林口长庚合作，那高雄长庚给的资料我们当作测试资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这一页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红框框里面代表我们目前这个平台里面，目前刚才政府有提到，那这个 S.Aureus 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基本上我们做的菌株蛮多的，有大肠杆菌，这个常常听到，然后 pneumonia， 那会炎链球菌，那 AB 菌，然后 AN 菌等等等等很多的菌株。右边中间这个是在每一个细菌目前可以治疗的一些抗生素，那这个抗生素的前名呢在下面这边有做详细的 AMC，这个 amoxicilline，那我们后面又看到 CC Cylinda 的 Cylin Mycin 等等，所以每一个细菌株呢在目前可使用的抗生素呢列在这个第二个框框里面，然后这个表里面的第三个框框里面就是目前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所使用的每一株菌的样本数，那等一下我会稍微说明这个样本数是怎么来的，然后在北部这边代表是林口长庚的给我们的样本数，病人拿到的简体的样本，然后 SARS 呢是高雄长庚的样本数，那这边告诉我们 E.coli 然后大肠杆菌这个目前林口长庚这边有35,858个样本，南部高雄长庚这边有9,368，总共有这么多，另外霍眼链球菌有21,166，等等，所以在这个研究上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研究的数量比目前文献上面在做的相同的题目里面样本多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林口长庚愿意把这部分的资料给我们来做 machine learning 的 study，那没有资料要做大数据分析要做 machine learning 的研究基本上都不太容易，所以在目前其实很岔开一个话题，也就是在半导体厂里面，那很多因为它资料量很大，所以 machine learning 其实在半导体厂里面机台故障的这个预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因为在各家的半导体厂里面它的资料 manufacturing 的 data 制造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保密的，因为你知道它有机台几台基本上量产的量多少大概就会被知道，所以鸿海后面也成立了人工智慧研究所，他希望他用人工智慧去做自己的这个半导体或者相关的工厂里面资料的资料分析，然后台积电然后环球金，每一家
半导体厂基本上都成立自己所谓的 AI 部门来做所谓的机台故障预测等等相关的机器学习的题目。然后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做在医药医学上面的跨领域的一个题目。好，好，那在今天的演讲里面，我们嘿就是用了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在前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哈 S 这个 Aureus 这个菌株，当做我们在模型认领上面的实作的一个例子。哦，那我刚才提到，基本上我们做的菌株这些都有做，所以等一下我会讲，我们做一个平台，原因就是我任何我可以选我要的菌株。我可以选我要的抗生素，哦，我们在 Web Lab 上面，我们在网页上面设计了一个 非常 user friendly，哦，然后你把资料散密的进去，把资料上载上传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背后开始跑，跑完之后，某一株细菌对某一个 LEP， 例如 LEP 的药抗药的情形，然后我们这个抗生素应用在这个进株上面，它的 accuracy 多少，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可马上会有结果出来，哦，所以我们号称一个平台，也就是我可以解所有的菌株里面的某一个，我可以在菌株里面的某一些细菌里面我挑选一个，或者多重抗药里面我选择两个三个等等，哦，我们这个平台都可以帮我们医院，或者如果有使用者或者医师把资料上传，我们都可以去帮这个做资料的分析，哦，细菌抗药平台的分析。哦，那所谓金黄色葡萄球菌基本上它是一个葛兰氏阳菌，哦，那葛兰氏在细菌里面，葛兰氏阳菌跟葛兰氏阴菌这个两个，哦，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S aureus 这个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葛兰氏阳菌， E.coli 刚才看到的这个，哦，大肠杆菌是葛兰氏阴菌。好，哦，那在葛兰氏阳菌里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简体里面呢，你去染色它会形成是一个蓝紫色，哦，像这种颜色。然后葛兰氏阴菌像 E.coli 刚才提到的大肠杆菌，它染色完之后是红色的。好，哦，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可以看到会引起的一些疾病，包含皮肤，哦，那有时候过敏，哦，那它可能医生就开抗生素给你吃三天，哦，那这个就是皮肤。然后另外一个外伤，哦，这个有外伤，然后也许有细菌感染，这个可能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啊，泌道炎，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泌道泌尿的一个感染，哦，没有清洁干净或者因为怎么样，然后嘿这个引起，哦，那之前看到的 COVID-19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确诊的，事实上也就是他是泌尿道感染，然后去住院，然后后面感染到 COVID-19，哦，所以这个一旦泌尿道感染，你要住院，然后引发的风险也都相对增加。然后肺的感染，哦，肺部的感染，然后肺部感染里面我们都知道是肺炎链球菌比较多了，所以目前政府也都提供在像夏天对65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一些民众，哦，提供所谓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哦，那能够来施打，哦，引起比较能够避免肺部的感染，然后一些细菌还有一些我们常常看到的食物中毒等等，这个呢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一些这个症状，哦，或者疾病，哦。好，那细菌感染的治疗方式，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哦，感染之后，然后就这个收集简体，哦，这个 specimen 的 collection 收集简体，然后这个细菌的 culture 纯化，哦，然后检验报告出来。这个有点现在以 COVID-19 来看就是 PCR 了，哦，就是它要两到三天，哦，收集了这个病人的简体之后，然后要去纯化，然后去培养，然后之后得到一个结果，它是什么样的细菌感染。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所谓 antibiotic accessibility 的一个 test，哦，这个抗生素的
药品的测试，哦，走这一条路。然后这边之后报告出来，当然在一旦感染送到医院里面，哦，那医生的第一个处置方式，也就是用第一线抗这个看起来，哎，它是会炎链球菌或者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一线的抗生素用经验疗法，第一线的抗生素就先用，用了之后，哎，到了三天，它稍微有点退，啊，基本上这个抗生素就有用。万一三天培养出来之后，哎，这个稍微还没有用，或者这个细菌本身对第一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抗生素呢是有抗药，三天之后高烧还是不退，这时候，医生的紧急处理可能就是第二线第三线的抗生素比较重的，马上最重的 A 血就马上下，哦，那如果我们知道它会引发败血症，如果是多种器官或者这个年纪比较大或者有很多的慢性病等等，哦，撑到三天之后，也许如果这个细菌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经验疗法里面这个抗生素是有抗药，基本上一旦没有效引发败血症的机会呢就很高，哦，多种器官衰竭，哦，所以我们的提出博新登林的方法基本上是走这条路，哦，这边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哦，那我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也就是说收集简体之后，其实这个还是我们的机器学习方式里面还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要这个仪器去打，这个仪器我们称为质谱仪，啊 ，Multi-TOF 的一个 MAS 的 Special 质谱仪，然后这个质谱仪打出来有很多的信号，然后信号里面我们去透过我们的机器学习的模型，然后去看这个细菌对于某一个应用上去的抗生素有没有抗药，在一天内就可以得到结果。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平台里面也可以去看。哦，也就是说你不见得知道它是哪一株菌引起的，我们会去做判断，我们的机器学习方法里面去看，哦，把它的打出来的 data 上传到我们的平台，我们就可以预测出它是哪一株菌感染的。哦，也就是可能在前面这个传统疗法里面它，啊，要三天才知道透过培养皿培养出来的这个菌株，我们在24小时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细菌引起的。接着第二个，它对某一株抗生素有没有抗药，马上可以知道，哦，不是用了之后高烧不退，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一天的时间，哦，本来是三天，我们在这边节省了大概两天的时间，这个主治医师马上可以知道对于这个紧急的病患的细菌感染的疾病要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可以对症下药，然后马上可以，哎，治疗这样的一个细菌感染的疾病。好，哦，好，那我刚才提到在前面的这页里面有一个仪器我们称为质谱仪，哦，那质谱仪基本上我们希望打出来的信号里面能够来做细菌株的辨识。我刚才提到，哎，我们看，哎，它是哪一株菌引起的，哦，未来打出来的信号打出来的 data 里面我们可以来做细菌株的辨识。第二个能够刚才提到快速，可能在做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里面培养里面三天我们可以一天可以完成。第二个比较精准，哦啊，第三个成本低，哦，那所谓成本低当然就是说你要医学中心或者医院里面要有这个质谱仪的仪器啦，哦，能够去打这样的一个简体的样本，打出来之后丢到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然后就可以所谓的低成本快速然后精确达到辨识的效果。然后这边我可以看到这边左下角这边基本上就是一个质谱仪的一个示意图，哦，然后样本点在这边之后然后丢到这个质谱仪里面去打出来之后会有一些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谓的频谱，哦，这个一些信号，哦，那每一个信号我等一下会讲，在生物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化学结构，哦，是一个氨基，是一个蛋白质的片段，哦，然后这个到底每一根波峰或者某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生态到底是它是属于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个片段，我们还要透过生物资讯的方法里面到蛋白质的资料库里面去找
长出来之后，如果它是抗药，我们知道它是属于蛋白质里面的哪一段，然后这个药物呢就可以马上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抗这个抗生素的这个片段，只要是抗这个这段在抗抗生素，所以我们找到之后对应的解药大概就出来。好，所以现在的 COVID-19 事实上也是一样，是因为它变异的实在是太快。在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所谓的变异，中间的某一个 amino acid 的，或者在 DNA 里面的某一个碱基变掉，本来 ATC 里面 A 变成 T， 那跟前面的这个基因的片段就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过程是样本，然后经过质谱仪去打出来一些信号，这个信号我们就是用来做资料的分析，然后之后我们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蛋白质片段，然后再丢给这个资料库里面去做相关的搜寻，或者丢到实验室里面去做验证等等。好，那这个是质谱仪的一个仪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它的示意图里面。好，那这个原理基本上我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好，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仪器，好，那把简体丢进去之后，然后它会去作用去打，打出来之后，基本上这个仪器公司会互证，你买了这个仪器之后，它会有一些分析的软体给你，然后这个打出来之后会产生像这样的一个频谱图，一个样本，打出来像这样一个 spectral 一个频谱图，然后这个频谱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波峰，大大小小的波峰。X 轴代表是它的每一个片段蛋白质片段，每一个波峰代表是某一个蛋白质片段里面每一个它的单位是质量除以电荷比，这个所以600 620 640 660等等代表的，如果有一根是 640.9 代表就是这个蛋白质片段它的质量除以电荷比之后的结果是 640.9， 一直列推，所以每一个样本收集到的样本经过这个质谱仪去打完之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号，或者频谱，这个频谱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就会去建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来找到这个大多数抗药里面都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这边的频谱图里面的 Y 轴代表是这个片段蛋白质片段的强弱，那这个打出来的时候有的片段会被吹得比较远，例如780或者更多，有的片段可能比较重，它就落在前面这边就掉下来，所以这个呢仪器打完之后经过软体分析之后就会给我们这样的每一个样本会有这样的一个 data， 我们称为数位的 data 给我们，所以每一个样本的资料长得就像这样，我们要从这个频谱图里面去找出哪几根 peak 是所谓的抗药的重要特征，这个是在我们的研究里面一个过程一个重要的工作。好，那金黄 我在今天的演讲里面我所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基本上我们要辨识的就是这个 MSA 跟 MSSA， 然后前名就是在这边MSCLIM Sensitive，然后 S aureus， 也就是说 S 代表 sensitive 就是有效，它没有抗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把这个某一个抗生素应用上去之后，效果很好，把细菌杀死，原来高烧然后用了之后两天烧退了，然后再抽检体去看，它的这个细菌呢不见了，等等，然后如果是 MSA 还是这个Staphylococcus 的 aureus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缩写嘛，然后 M 就是 M 这个抗生素，然后 S 就是敏感有效的，然后如果是抗药的基本上就是 MSA， 所以基本上一个样本丢进去，我们刚才从前面的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打完之后你要告诉我它是 MSA 还是 MSSA， 是这个它对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可以治疗可以杀死这个细菌，还是这个细菌对这个抗生素是抗药的，是 MR 的，是 MR 的，
哦，所以哦，这个从这个图里面，当然这个生化的或者生物的大概比较懂啊，哦，它本来是有这个某一个有效的，但是某一个抗药的细菌半入之后，哦，进入之后就变成它是抗药，哦，有了这个 M 所谓的这个 M 这个基因，哦，MECA 的基因之后，它就变成是产生抗药，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抗药的基因没有进去，它可能就是还是有效，维持有效，哦，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步工作里面，就是要去看这个细菌对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某一个抗生素到底有没有抗药。第一步，第二个，哦，我们其实在未来的研究里面，我们要看某一株菌对某一个抗生素到底有没有抗药。哦，现在是固定的某一个细菌对某一个抗生素有没有抗药，只要回答 yes or no， 然后我们可以一般的方式就是去猜嘛，50%嘛，哦，这个有抗药，这个没有，也许，但是你没有抗药，他如果万一猜错，他有抗药，你用的第一线抗生素就没有效了嘛，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做到80-90%的准确性，然后医生才敢使用我们的系统，哦，这个就是我信任你未来可以取代医生的原因。然后质谱仪的仪器呢，在林口长庚，它是使用这个BioTyper 啊 Bruker 的这部机器，哦，这个是德国进口的，哦，德国的一个进口的一个仪器，长得像这样，哦，长得像这样，哦，好，那这个我们实际都有去他们的实验室参观过，哦，那长得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质谱仪的仪器。然后他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厂，因为这个一部机器听他们讲是差不多1000万左右了，啊，算是蛮贵的，哦，所以他会有附赠一些软体。然后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软体，其实林口长庚有跟他们的软体的分析，他们也有一些简单的分析或者E资料信号处理的软体，我们现在也有做一些信号处理，我们希望比他好，那同样资料的分析里面，我们希望做得比它好，所以林口长庚医院现在有把我们的 model， 未来会去卖，回头去卖给这个仪器商，也就是说，我们信号处理的品质比它原来现在附的软体要好，哦，提供的软体要好的时候，或者分析的工具，哦，我们刚才提到的可以预测，哦，可以到80-90%，然后比它原来可能80%要好的时候，所以林口长庚现在。他之前跟我们讲，我还没有跟他们研究一起合作之前，他们是说他们卖了一个版本给这个仪器商，哦，卖了50万美金，基本上不少钱，哦，所以我们希望在做这个研究之这个研究的同时，能够有好的软体出来，哦，那这个不仅仅可以做研究，可以实质来使用，同时我们也希望，哎，这个未来开发出来的软体不错，我们回头去游说这个厂商。把这个软体卖给这个仪器商，哦，这个是我们期待的一个衍生的一个效果。好，哦，那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在质谱仪打出来的频谱呢，像这样，每一根都长得像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片段。哦，那这个蛋白质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单位大概是12-50的单位。哦，那氨基酸的成分。哦，就跟我们字母一样 A 到 G， 但是氨基酸成分是20个，每一个位置里面有可能有20个，每一个字母有可能 A 到 G 嘛。然后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然后每一个氨基酸的成分有20种，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比较短的时候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有20种可能之一，20，20，20，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蛋白质片段是长度是只有12个amino acid 的，基本上每一个都有可能20的时候次方，哦，这个你很难用电脑直接去 combination 组合去一一的去变去把这个蛋白质片段把它找出来，万一稍微长一点20，哦，那就变成20的20次方，哦，这个基本上电脑算不动，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希望是去找到这个
细菌抗某对某一种抗生素，我们希望是找到某一个重要特征。哦，所有的抗药里面都有这个，例如都有640.9这个 peak， 这个长得就像这样。哦，这个找到之后，基本上是因为这个抗药，所以这个抗药之后，我们会有所谓的 anti-microbial peptide， 一个抗体马上就可以出来。哦，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COVID-19 里面的病毒，如果你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哦，什么样的蛋白质的片段，基本上疫苗或者药物就出来。哦，这个就是所谓的 anti-microbial peptide。 哦，那基本上这个每一个这个我们知道所谓的静态或者抗静态都是属于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个片段。哦，那长度大概都是在20到50。哦，所以我等一下后面在做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研究跟药物的研发也是有相关的，因为你找到之后这个是抗药之后的解药就出来了。哦，你知道它这个这一段这个结构是抗药的。哦，那去了解它的运这个运作原理，解药马上就出来。哦，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到 microbial peptide，之后我们再进行所谓的去研发 NT，哦，抗药。哦，你某一种疾病知道以后，药物就马上就出来。哦，好，那当然这个后续其实还是很要去找出 NT microbial peptide 还是要蛮长时间的。哦，好，那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生物资讯的方法去找到所谓的近株静态或者所谓的抗静态的方法。哦，那这边我们之前也做过用生物资讯的方法。哦，那到蛋白质的资料库里面去找它是哪一段的这个静态。哦，这个静态，哦，是哪一段的这个静态，它是长的每一个，我们刚才提到所有的长度里面大概每一个位置都有可能20成分里面的某一个嘛，所以20的时候次方。哦，你要去找出这个它的正确的结构，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的组合情形太多。哦，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用计算，用电脑的计算方式到蛋白质的资料库里面去找刚才那一个小的静态跟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个已经做出来的比较接近。哦，然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静态找出来之后，抗静态就是它的解药也就跟着出来。哦，所以这个在寻找这个它的 microbial peptide 跟 NT microbial peptide， 我们还是应用了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在这个解这个 peptide，哦，microbial 的 peptide 跟 NT microbial peptide 的这个问题上面。好，那我想我们在背景介绍里面我们再看，就是产生来的频谱，其实因为它产生出来这个你看资料很多。哦，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信号我们要做很多的信号处理。哦，里面某一个比较短的可能是杂讯，啊，也许比较长的也不见得它一定是信号，也可能是杂讯，所以你要去判断哪一些是有用的资讯，哪一些是杂讯，我们要透过方法去把一些杂讯滤掉，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比较干净或者比较有可能属于这个抗药或者有效药里面的特征把它留下来。哦，所以在产生的频谱资料里面我们要做一些所谓的资料的易处理，哦，data 的 preprocessing。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易处理之后，你可以看到就长得比较漂亮了。哦，这干资料就干净很多。哦，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 X 轴就是它的每一个片段，哦，蛋白质片段里面的质量除以它的电荷比。哦，那得到的一个数目字，例如3620，哦，然后这边是3623等等。哦，所以可以看到经过我们前一个阶段里面的资料易处理里面所谓的信号处理之后，得到像这样的一张频谱。哦，那这边大大小小的波峰，哦，这个哦，那这个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3623然后加减5前后，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波峰一个。然后每一根我们刚才提到每一根波峰代表是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个结构。哦，
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在所有抗药，在很多的抗药里面都有某一个 PIC， 在很多没有抗药有效的药物里面也都有某一个 PIC。 好，那这个找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 microbial 的 peptide。 好，好，那这个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机器学习呢，要用大数据的 data 来解，才有效果。好，那所谓的在这个问题上面，所谓的大数据，我们看一下，资料量大概多大？我们从前面的这个林口长庚跟高雄长庚里面给我们的简体的样本大概是25640个样本，然后让每一个样本利用质谱仪打出来的频谱长得像这样，然后林口长庚那边的检验医学科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样本打出来的 M 除以它的电荷比，就是质量除以电荷比 M over G 的这个单位的部分，落在2000到2万，也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蛋白质片段有的会飞到很远，飞到2万的位置，有的很短，在2000的地方就落下来。所以从每一个样本里面利用质谱仪去打出来的这个频谱里面，你可以看到2000到2万都有可能。最坏情形就是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有一个波峰，有一个 peptide。有一个这个蛋白质的片段落在每一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总共在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面，我们总共有25647个简体，也就是样本。然后我们刚才提到每一个频谱里面可能的特征2000到2万，就是如果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有一个特征，再乘以18000，2万减掉2000，就18000的特征，然后有这么多样本，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样本长的 peak 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从这些里面去找到，所有的抗药里面都有某一根 peak， 基本上也可能不太容易，也可能你都找不到，好，所以这边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是三个样本的频谱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那最后我们的目标一起要达到什么样，要解什么样的问题。好，那动机基本上可以从前面的这个背景介绍里面可以看到，传统的抗药品的测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刚才提到大概3天的时间，现在的 COVID-19 我们知道用快筛可能就很快马上可以知道，但是它的准确性比较低，所以还要确诊还是要经过 PCR，也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辨识的方式，它是用辨识病毒，我们这个题目是辨识细菌。好，然后对于严重的细菌感染的疾病的治疗，其实是需要比较快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细菌引起感染的，接着很快的辨识它对某一种抗生素是不是有抗药，所以这个在严重的细菌感染的一些疾病治疗上面，我们要的是要一些时间，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呢，那我们就是利用大数据的方法，然后使用机器学习方式开发细菌抗药平台，我信任你的 model， 达到快速辨认细菌抗药。那这边就是一个示意图，走这边大概到这边，传统的药品的测试大概从培养到这边大概3天，我们质谱仪这边是1天，所以基本上可以大概节省2天的时间。那这边的示意图里面，我们的工作目标很单纯，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 prediction model， 有一个预测模型，样本打完之后丢到预测模型，告诉我它是抗药它是没有抗药，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平台其实会做到这个预测模型里面，你丢进来的一个频谱，它会告诉你它是哪一株细菌，接下来对某一种药你把这个药输入之后，它会告诉你它是不是有抗药，然后或者是有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机器学习
用在细菌抗药平台的设计跟实作部分，我们开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好，好，那参考文献我很快带过去了。从这个参考文献里面，因为我们要佐证很多的这个质谱仪打出来的资料，其实世界各地然后也都有在做相关的研究，但是从这边的相关文献里面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栏里面它的量，哦，你看 MSA 跟 MSSA 7比，哦，一半一半，然后这边比较多一点是312/1109，哦，抗药的312个样本，没有抗药有效的有109，跟我们刚才看到的25000多笔的 data 来比，我们资料量大太多了。好，哦，然后另外这个研究也只有48笔是抗药，52笔是有效的，80笔是抗药，80笔。好，哦，所以然后在这个每一个研究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找到一些 peak，哦，找到一些波波。所以我们做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个研究，我们做出来其实是有跟文献里面去做比对，我们有找到的。在文献上面也是有找到那一个波峰，那一个蛋白质的片段，哦，那有一些我们找到的，然后文献上面没有的，其实我们有跟中医大跟中研院，我们有去把这个片段，哦，就是找出来的那个波峰，例如像我这边里面如果是2548，我们把这个简体，哎，保留起来，然后到中医大跟这个中研院里面再去做这个 peak。它的结构的分析，哦，也就是做后续的实验，哦，那目前结果不是很理想，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后续找出来我们文献上面没有的这个蛋白质片段，我们后续去做实验的分析里面看不到有比较多的线索在里面，也所谓的 biomarker，哦，这个有用的这个标示在里面，哦，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研究里面要继续努力研究的地方，哦，透过跟实验室合作找出来的相关的蛋白质片段，然后进到实验室里面去看它的成分，然后它到底有没有用，然后这个我们还要有一些时间来做后续的分析跟实验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方法跟这个使用的材料部分，哦，第二部分。好，那这个是材料跟方法里面我们的方法的流程 Method Flow，哦，好，那第一步当然是林口长庚检验医学科里面，利用质谱仪打出来的一些资料给我们，哦，那我们会去做资料的易处理，哦，包含信号处理，包含这个资料的 清理、哦，然后把这个资料之后我们会变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测试资料，一部分当作独立的资料，哦，那在目前给我们的资料里面，我们是用林口长庚的资料当作训练资料，高雄长庚的资料当作测试资料，哦，然后来看准确性有多高，然后我们后面会有方法会跟各位提到，哎，波峰很多怎么样去找到相关的对应有比较重要的特征，哦，important 的 feature，哦，哪一根到底是，例如像在这个涵盖的这个蛋白质片段里面有大大小小，到底哪一根是比较代表性，哦，我们会用方法去把某一个位置里面或者某一个视窗里面，哦，那它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比较重要的把它 找出来，哦，像这个，哦，有一些我们涵盖某一些波峰，然后最后告诉我说4174或者4176这个蛋白质片段是可以代表这个涵盖的范围里面所有的蛋白质片段，哦，然后之后我们会使用我们机器学习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model，哦，然后来做训练来做测试，哦，那目前在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面有用到，哎，随机森林，有用到 XG boost， 有用到线性回归，有用到 support beta machine，哦，这个 SVM 的方法等等，然后最后告诉我们，哎，哪些特征，哪些 peak， 哪些蛋白质片段是可能实验性的，因为这个找出来的某一根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跟文献会去做比对，哦，那有的文献
有的也已经有去做实验，有的还没有。这个没有的，我们把它称为是实验性，或者所谓的这个企划性的一些标示。哦，那这个我刚才提到，我们还要回到实验室里面去验证，这个到底真的是不是抗药的重要的一个特征，或者它为什么抗药？哦啊，这个后续我们要继续进行的工作。好，那这个是我目前在这个平台里面所使用，前面有看到的这个资料集，好，然后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看到包含一些葛兰氏阳性、葛兰氏阴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E.coli 哦，大肠杆菌就是葛兰氏阴性，然后肺炎链球菌它是葛兰氏阳性，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葛兰氏阳性哦等等，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细菌里面目前在使用的抗生素，好，然后这边是目前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所使用的林口长庚医院给我们的简体的数目，高雄长庚后面要用来做测试资料的样本，总共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在这个大肠杆菌上面目前的抗生素使用的目前，所以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不是只有单一用来做某一株细菌某一个抗生素，因为像这边抗生素蛮多的，然后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做一个，就是应该还有两个，一个是多种抗药的，这个在大肠杆菌上面 AMC 用的可能还不错， CAG 也是，可是这两个同时要没有同时都有抗药，抗药情形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另外一篇里面有探讨，所谓 MDR 这个多种抗药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就是某一种这个疾病呢，它有多型，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哪一型，例如像登革热它有很多型所以在型的部分里面它其实可能只有三四型，但是三四型如果你用药用的不对，然后它又很紧急那基本上这个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我们另外一个研究里面我们有发表的，也就是在某一个细菌上面它的分型在分型上面这个某一型你知道之后，某一种药物应用上去才可以所谓的对症下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研究里面还有包含所谓的某一种这个菌株的分型它如果有很多型肠病毒我们知道有71型39型那39型或者71型有的致病 致死性比较高所以如果71型这个肠病毒71型它致死性比较高，你马上好的药就是有效的药马上用不然可能就致死率可能就更高OK 好，那这个呢，可以看到各菌株在某一个抗生素里面抗药跟非抗药的比例的情形我们刚才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栏金黄色葡萄球菌，你可以看到抗药跟非抗药一半一半比较高，这个林口长庚的资料21409给我们的资料里面基本上是有效的一半，抗药的一半然后这边的这个肺炎链球菌也是也几乎差不多一半，有效的稍微多一点啊 ,68, 然后抗药的大概 31.68, 第三行部分。所以我们要找的，如果这个抗生素对于这个疾病这个细菌非常有效那做抗药的分析的意义就比较没有高，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刚好一半一半，或者这个很模糊，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抗药基本上我们挑的这个抗生素用在某一个细菌上面，它的治疗效果是一半一半，这时候这个细菌对这个抗生素到底有没有抗药就非常重要了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准确性未来做到可以有八成五基本上是对的，它是有对这个抗生素是有抗药那我们知道有85%的机会是抗药，我们就使用第二线或者第三线的抗生素马上应用上去所以这个我们在挑的在做的这个研究里面，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药物的抗生素在细菌的上面
哦，大概都是抗药跟没有抗药有效的一半一半左右，哦，这个做起来的效果才有意义。好，那这个高雄长庚，哦，也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哦，肺炎链球菌我们看到，有打疫苗，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列部分，哦，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效果就很好，哦，这个，哦，所以第一线可能肺炎链球菌，你可以看到，它有82点多，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抗生素对这个肺炎链球菌就效果非常好，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第一经验疗法就很重要了，哦，然后第二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一半一半，哦，也等于是用猜的，哦，所以这个主治医师只好根据他的经验，哦，然后用第一线抗生素先用，等到培养出来之后知道是哪一个进驻，然后再用看看，如果到时候三天他也许这个烧已经有退，那就表示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哦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挑了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面我们挑了 三种药、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Oxacillin-OX、哦，CC 然后 E 这三种药用在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的，哦，有效的话 蓝色部分是有效，哦，Oxacillin 大概是一半嘛，哦，就是应用上去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一半是有效一半是抗药， CC 这个药也是一样，大概60%有效40%是抗药，E 的话有效的大概是45-48%，另外52%可能是抗药，哦，那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有效的，哦，accessibility，哦，它的有效的比较高，所以做这些药物基本上 这些抗生素的效果意义就比较那么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一猜大概都可以猜得到，哦，使用这个抗生素它的效果就已经有80%，我就直接使用这个抗生素，哦，那这边要猜的，哦，如果用machine learning我们的准确性可以到达80%-85%，这个意义就不大，哦，意义就不大。好，那资料一处理里面，我们对给我们的波峰里面，这个医生 要去标示，也就是要去 label，哦，这个是抗药的，这个也是抗有这个波峰的2345的是这个抗药，然后这个是没有抗药，然后这边我们2000到2万没有哪些波峰的把它勾起来或者把它标示出来，哦，所以这个部分医生标示了大概100-200笔，哦，跟着，因为这个工作其实还蛮辛苦的，哦，你要看从2000到2万，然后有哪些波峰，实际的啦，哦，实际的 data 里面，哦，这个跟目前应用的影像处理里面基本上有点雷同，哦，肺癌为什么在影像上面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影像里面有可能是肺癌的几率风险很高，因为它已经有把一些肺癌的影像有做标示，有哪几个重要特征，这个就是肺癌里面很重要的重要特征，所以医生肺癌的专业医生一定要带着可能学生或者去把几张的影像标出来的100张，这100张的这个我们后面的训练里面就会根据标 label 有 标示出来的这些重要特征里面去写，哦，写完之后再利用一些测试资料去测试，啊，看看效果好不好，哦，所以基本上在资料的易处理部分也就是医生要有一些标 label 的 label 的资料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一些 label 的资料，哦，好，那在这个 Oxacillin 也就是 OX 的这个三个我们刚才 挑了三个资料嘛，哦，Oxacillin CCE 然后目前抗药跟有效药你可以看到大概一半，哦，对女性来讲大概一半一半，哦，那 CC 这个药物也一样大概一半，哦，然后对男性，哦，大概情形是这样，然后有一些 资料不清楚的还没标出来，然后这个垂直走的就代表它的个数，哦，抗药里面有10735，有效药里面这个 Oxacillin 应用上去之后给我们的样本里面目前有9477是有效，你可以看到大概一半一半，哦，所以这个是训练的资料的三种
不同抗生素里面用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个一些 summary 的资料。哦，这个是独立测试资料，稍微少。哦，独立测试资料我们用大概5000多笔做测试，训练资料比较多。哦，大概是20000多的资料去做测试。然后刚才提到 label 的资料，医生给我们标示出来的这个有标签的，大概是100-200笔。根据这100-200笔的重要特征，我们丢这些资料下去训练，然后后面选择这些资料去做测试，哦，看它的准确性有多高。好，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各近株频谱组的换率，哦，那这个是 EF 近株，哦，那可以看到频谱长得大概就像这样、哦，就像这样，哦，那这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哎，那前面的波峰有的比较多啦，哦，波峰比较多，哦，那有的后面的一般是比较少，哦，后面的也是比较少。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材料，我们资料集之后我们就看方法，这个方法部分我们没有提很多，哦，那就是把目前我们使用的不信任力的方法使用的这个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原理部分我们就不讲，哦，那我们这个如果各位对他的原理部分有兴趣的，可以再参加这个 AI 的课程的训练等等，哦，去听他的原理，哦，OK。好，那当然方法里面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个波峰漂移的问题，哦，就像在这边，哦，2张的频谱里面都有这4根的 peak， 有的对齐的，哎，然后都差一点点，哦，像上面这个跟左边下面这个，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哎，差一点点，然后差一点点到底要不要算，这个是3000，这个是2998，算不算同一根，然后这边也是，有的离得比较远，然后怎么办，每一张频谱里面都差一点点，然后到底这一根是重要的还是这一根是重要的，哦，那基本上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波峰或者蛋白质片段里面漂移的问题，哦，漂移的问题。好，那我们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方法里面用到一个 kernel density 的 estimation，哦，那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一个方法，哦，那基本上我们是用 Gaussian 的 kernel function 然后下去，哦，那这个方法简单的介绍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有使用这样的一个波峰长得像这样嘛，哦，然后我们就利用第一这个 kernel density function，然后去把它 modeling 模塑成像这样的一个有点像 normal distribution 的方式，哦，把这涵盖在这一段里面的 peak， 然后以这个当作代表，然后落在这个第二群的这个涵盖在这个分布里面，我们以第二点当作重要的 peak， 以此类推，哦，所以在我们给我们的原始资料里面，我们利用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很不必每一个都当成一个重要特征，而是涵盖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当做这个范围里面的重要特征，哦，像这边你可以看到，哦，整个里面我们就找到这两个，哦，找到当做这一段范围里面的重要两个特征，啊，这个方法我们称为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的方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另外一个方式在 peak 的对准方面，其实另外一个就是用视窗啦，哦，我们一开始的方法里面我们有投稿的另外一个发表的一个是用视窗0到10当做一个视窗，我们就找到那根最高的当做代表，10到20里面也许找某一根，看你的定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一直滑，哦，一直滑0到10，然后11到20，然后某一个阶段找一根，哦，那个视窗如果开的比较范围比较大，你可以看到找到的 peak 可能就比较少，但是涵盖的范围比较大就比较不准，然后如果你 peak 你的范围定的 window size 定的比较小，0到10那个挑出来的特征，哦，那个
颇丰可能又很多、哦、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到又到我们模型里面，我们希望特征不要太多，因为特征太多你可能训练出来的效果其实也不好、哦、然后太少也可能代表性不够、哦、所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法、哦、那我们这个研究里面我们提出了几个方法，我们 Decision Tree 决策树、哦、那我们后面看到我们用的是随机森林，也就是我们用了500棵决策树、哦、或者1000棵，然后下去做 ranking 排名、哦、找到1000棵里面最好的、哦、那一个当做我们的那一棵决策树的这个训练出来的、哎、训练出来的一个效果。好，那这个是 random forest 的方式。好，那 supportable 性 linear 线性也是就有点分群了。因为我们要是要有这个特征的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抗药，这个没有这个有这另外这个特征的我们把它称为是有效药。所以当它很散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分群，因为这个只有分成两群。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提到 50%, 50%, 你要去做适当的分群也是蛮难的。例如像在这边里面左边的图我们可以看到还蛮好分，因为它这边右边的聚集在一边，左边的聚集在一起，很好分。但是如果它夹杂着，你要去把这个 Class A 的跟 Class B 要去做适当的分群，基本上也都还蛮难的，蛮难的。好，那我们的评估的基准就是准确性，那有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sensitivity、哦、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伪阳性伪阴性，然后伪阳性里面的 sensitive SN 基本上就是宁可错杀100不愿意放过一个嘛、哦、这个就是 SN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呢专一性，也就是宁可放掉100我也不愿意去 N 往一个、哦、那这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评估的方式就是用 SN 跟 SP， 然后这边有一些值嘛、哦哦、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COVID-19 里面现在要不要阳筛，要不要前普筛或者快筛的原因嘛、哦、这个争议蛮大的。所以 我觉得因为如果伪阳性蛮高、哦、那你都是要把它当作确诊，事实上也是难为，因为我们的隔离的这个或者护压的这个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当你伪阳性 SN 然后出来普筛10000个然后 5% 就好、哦、那可能你可以看到伪阳性有这么高，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要去本来他是误差的伪阳、哦、性的、哦、所以在这个评估的上面就也是很重要的，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measurement 去做评估、哦、然后做最好的决定。所以在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里面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伪阳性伪阴性等等，也就是在这个医学里面常用的检验的方式。那我们没有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 risk 一些风险绝对降低的风险，这个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抗药跟会抗药长得其实频谱都非常像、哦、蓝色部分是上面是有效是抗药的，下面红色部分是有效的、哦、你可以看到波峰部分长得都很像，所以你要去辨识这两群基本上哪几个波峰是重要特征，丢进去之后马上告诉我它是 R 的，这个丢进去之后马上告诉我 S，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两个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怎么样找到重要特征可以去做 R 跟 S 的辨识，基本上这个也是蛮难的一个工作、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使用的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方法里面这个 Oxacillin 的药物呢，在我们的模型里面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 Decision Tree 然后 Random Forest SVM、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F用一颗单一的决策树里面效果是最差的，用 RF 用500棵或者100棵决策树然后去挑选最好的，基本上可以达到86%的准确性，然后 SVM 大概是82%还不错，然后如果是决策树单一一颗的大概落到79%
差的还算蛮多。而我们使用的方式是在训练里面，哦，我们某一堆把它分成十堆，哦，拿九堆当做训练资料，另外一堆丢进去当做测试资料，以此类推做十次，哦，所以这个呢都是在训练资料里面，我们用 10-4 的 cross validation 的方式。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抗生素，一样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CC 的这个抗生素，哦，那效果还是要85%，哦，在 RF， 然后在这个 SVM 上面大概83%左右，哦，这个一样落在9/9 Dysentery， 哦，哦，那一这个药物一样稍微准确性没有那么高了哈，大概只有80%，哦，80%，好，哦，那。有没有使用我们的开花的这个 peak 对比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哎，稍微有差了哈 ，accuracy， 哦，准确性没有使用的话，哎，有哎没有使用的话，你可以看到7/5，有使用的话大概是8/1，哦，那第二种药物一样，哦，有使用的话都稍微高哦，在 accuracy 部分或者 AUC curve， 哦，都稍微好。这 AUC curve 就是。某一个曲线的面积 A 大 A 好，也就是它的值 A 大 A 好，哦，所以这边 AUC 可以，我们有使用我们的 peak 对准的方式的话，可以有8/1，这边有7/8，都比没有使用要好，哦，要好。好，另外这个可以看到这三种在金黄色葡萄球菌里面使用的不同的这个药物，哦，然后。基本上奥萨西林大概36个特征，36个 peak 就可以得到不错的准确性。CC 这个药物大概38，E 这个药物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大概37个重要特征。你找到37个重要特征，就可以把E 这个抗生素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到底有没有抗药混得不错，哦，这个是 peak 你用多少个特征值或者多少个 peak 能够去把这个E的抗生素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药部分 R 跟 S 部分分的好不好的情形，哦，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三种不同药物然后抗药，哦，那以这个右边的图来看，哦，中间有的话这个是找到四个 peak 里面是两个奥沙西林跟 CC 都有的抗药，然后中间这个你看，哎，都三个都有抗药的还蛮多的25个，哦，那这边颜色部分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有抗药的 peak或者蛋白质片段里面的电质量乘以它的电荷比，哦，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总共我们找出来第一名到第38名，哦，它的重要的特征的质荷比，哦，质荷比。然后这边告诉我们，哎，我们前面也列了一些相关研究，所以我们找到电荷第一名的电荷比6593，哦，在345这三篇里面都有找到，哦，然后这个基本上是有的找的文献上面找的比较多，有的比较没有，哦，像这个2547只有在第一篇里面有找到，哦，这个我们是跟文献上面来做对比。好，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特征有没有区别性，哦哦，像在1539比较后面，哦，你可以看到它在 R 跟 S抗药跟非抗药里面，哎，大概这根基本上也不太有鉴别性了。这个 R 的部分有88/74，这个更糟糕哈，4526，在抗药里面都有，在非抗有效里面也都有。所以你把这根丢进去，基本上它一定是辨识不出来它是抗药或者有效。然后这个基本上还不错啊，你可以看到抗药里面它有8%，然后有效药里面1%，所以。基本上这根可以当作 R 的重要特征，哦，重要特征，哦，那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个像2966也没有效果啦，哦，2966两个都有，哦，然后这个两个也都有98，哦，这个7568两个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就进去训练最后找出来两个，哎，都有，基本上完全没有辨别性，哦，完全没有辨别性，哦，这个以此类推，哦，那这个是两个抗药的，哦，两抗药的情形，哦，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比例比较接近的大概就是都没有显著的特征，哦，然后拉得比较开的大概就嘿
像这边多种抗药，你看看起来两个抗药都很严重、哦、像这边71021在这边有64，在这边这两个都有抗药、哦、也两个都有效，这个基本上 很难去辨识、哦、好，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高雄长庚的丢进去，刚才前面都是用测试资料，用林口长庚的资料，后面这边我们用高雄长庚的当作测试资料，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三种不同的抗生素准确性大概 得到80%、哦、82%，然后这边稍微低、哦、然后我们看到 AUC 就是面积那个 A 大 A 好，基本上 A 高 A 好、哦、那这个是潜在的绝对风险、哦、那 A 小 A 好、哦、所以基本上准确性还是大概80%左右了、哦、在高雄长庚的测试资料里面。好，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特征里面比较少的、哦、基本上它的 ACC 准确性就比较低，但是它用特征只有8个、哦、那刚才我们 看到在 OSA-CD 里面用到的大概比较最好的是36个特征，如果我们用比较少的时间会比较快，但是效果 accuracy 准确性就低很多，因为如果以80%来看、哦、这个都只有到60%多，到第八个特征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测试方式是一开始丢一个，然后加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列队，然后看看它的这个到哪一个阶段它饱和、哦、就是准确性不会再增加、哦、所以我们这个称为 forward 的这个 future selection、哦哦、那这个是三种不同的药、哦啊哦、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八个特征的了、哦、这个是八个特征，前面是36个特征、37个特征、38个特征，这个是用比较少的、哦、那比较少的话基本上就是训练时间比较短、哦啊、但是效果就比较差、哦、你可以看到大概用比较少的特征基本上、哎、辨识的准确性就稍微低了、哦、稍微低只有70%多而已、哦、70%多。好，那时间我想差不多、哦、我做个总结、哦，好，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设计跟实作里面，我们是用金黄色葡萄球菌当作例子，然后我们用了三个常用的抗生素 OXCCE、哦、那在我们的这个预测模型里面可以看到用OSA-CD 里面用36个特征，然后可以有80%的准确性，绝对风险的部分大概有 27.45%， 当然这个是 A 小 A 好、哦、在 CC 这个抗生素里面使用38个特征得到82%的、哦、准确性，然后依这个抗生素37个特征然后达到74%、哦、好，那如果用比较少的、哦、你可以看到它的准确性就相对下降了、哦、那找到这些是重要的特征、哦、特征。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找出来的这些我们有跟文献里面去做对比去做比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挑出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一些研究学者或者实验室里面去做合作，去看这些找出来的我们称为 informative peak、哦、潜在性的、有潜在的这个特征或者蛋白质片段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是不是有显著的特征意义存在，我们还要回到实验室里面去做更多的验证。好，那目前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模型已经变成一个有开发出来一个预测模型，我们把它称为是 XBAR Hunter。 那目前在长庚林口长庚里面在同步测试它的抗药它的细菌抗药的情形跟主治医师这边也就是临床这边跑出来的做双轨的验证、哦、这个已经是在使用，因为80%基本上他们改用了嘛、哦、在 OSA-CD 里面已经有到80%、哦、那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医院里面也把这个平台这个 model 应用在他们的这个 lab 里面。然后另外我们事实上我刚才提到我们开发的是一个平台、哦、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称为 MDRSA，目前正在建构，我们希望是一个平台可以做、哎、我们刚才列出来的这些细菌的抗药然后抗哪些药、哦、然后可以做哪些的预测得到刚才的一些所谓的准确性然后伪阳性伪阴性等等、哦、这个你就要把这些资料上传
然后我们的平台就自动帮你去跑，哦，帮你去跑。好，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方法里面也用到一个 KDE， 哦，那基本上这个我们也申请专利也通过，哦，那在两年前我们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方法，哦，送出去，然后这个专利已经通过。然后在去年的这个这个博览会里面，哦，创新技术博览会里面，我们这个产品 S8 Hunter ALT 比赛，哦，有得到这个银牌奖，哦，那基本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基本上是可行的，哦，可行的。好，那最后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每一个 PIG 代表是一个蛋白质片段，哦，那我们在我们实验室里面也去做 NT microbial 的 peptide，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是 microbial peptide， 也就是治病的进猪，然后 NT 就是抗药嘛，抗体就出来，哦，所以如果能够去找到 microbial 的 peptide，哦，我们刚才提到某一个特征它长得像这样，哦，然后之后利用我们例如像我们刚才提到，哦，这边例如5004抗药跟非抗药之间，哎，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长得像这样，哦，基本上去做实验，哎，事实上是有它的机制，哦，有它的调控，有它的运作的这个机制存在，哦，那这个基本上它的原理知道以后，对应的我们所谓的 NT 它的抗体就马上就可以研发出来，哦，所以这个研究基本上跟药物研发是息息相关。然后这个研究我们也之前也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有做，哦，抗药静态，哦，那会抗药静态，哦，到各个不同物种里面去找，哦，那基本上可以有抗癌症的这个静态，哦，然后抗某一种物种的，哦，那这边物种不一样，基本上抗静态跟非抗静态就不一样，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用了machine learning方式去做这个所谓的 MP 跟 AMP 的 classification 去做这个分类，哦，好，那这个我们之前也都有在machine learning的研究里面，哦，开发方法去做 AMP 跟 non-AMP 的 classification 去做分类。好，那我想时间我掌握的还算不错了，那现在目前是1:25。好，那整个研究我想最后我们要感谢林口长庚医学检验科卢主任跟王信鸟医师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细菌株的资料，抗生素的资料，包含林口长庚跟高雄长庚的这个相关的资料。然后另外在这个研究上面，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忠仪教授，啊，帮忙，做资料指导资料分析部分。然后本人的资料库实验室，啊，那有一个博士生带着几个硕士班研究生在进行这个细菌抗药平台的设计跟实作，啊，那基本上感谢这些我们的团队，啊，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OK。好，我想非常谢谢啊，洪老师这个精彩的演讲啊，尤其在这个现在疫情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请教两个问题啊，是，洪老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像你这个有这么好的机缘哦，啊，又有技术，那又最重要是能够拿到 data 啊，我觉得 data 是非常珍贵啊，那你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医生可以愿意 labeling？这么多这些工作，哦，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哦，能不能够先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苦于，哦，空有技术，哦，有的时候，这方面想要一些 data， 其实坦白说障碍重重，哦，那尤其是又需要那个品质比较好的 data，哦，那这一点是不是第一个我先请教这个问题。是的，我回答还是你问完我再回答。好，那我也好，那我再请教第二个问题啊，我想说这个平台也非常的棒哦，那我觉得刚刚有谈到很多也都是用到一些蛮好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那现在有很多 deep learning 的 solution， 这个是正红啊，是，那有没有考虑或是跟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比较，或者是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在选择这个方法，或者在精进这个方法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好，那我请教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曾互作的这个问题、哦、第一个 label 问题，卢主任、哦、是其实还是蛮有渊源的啦，因为2018我到亚大去，我们有一个博士班在中医大急诊室做检验的，我这个口试的时候碰到卢主任 ，OK。对，所以燕脸是在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嘿，洪老师，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作？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手上资料也蛮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就嘿开始来进行，因为那时候我现在你也更正好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他讲，哎，我们可以，你有很多资料，所以这个运气很好，也就是他的团队里面，嘿，这个医师几个医师非常的认真。所以 label 的部分他就带着我们的研究生去帮忙，嘿，就是教他们的方法，然后怎么去 label、哦、因为在影像处理部分基本上很多医生因为那个 label 很辛苦，所以可能都是用影像处理的方法去 label、哦、那这个如果能够 label 到100张200张，其实坦白讲效果可能就有、哦、这个之前在科技部的前瞻实验室里面其实有嘿号召了三个团队把医学的影像资料库集合起来，但是我不晓得他们用医生的人力去 label 有多少，他们大部分告诉那时候是说大部分还是用影像处理的技术或者软体去 label、哦、然后我们在这边的刚才曾老师有提到的就是 label 部分，事实上我们也因为他们团队对研究还是蛮有兴趣，而且医院现在都要评鉴，压力很大、哦、所以在实质的产品、哦、用 IT 的技术在医学上面的应用，包含 publication 包含产品他们都会有压力，因为评鉴每年都要评鉴、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运气很好，也就是林口长庚这边愿意有一两个医师带着我们的，我就出几个研究生，然后他叫我们哎，怎么 label？ 因为那个2000到20000很多嘛，然后怎么去看，然后怎么去把它，这个是 label 成一，这个是 label 成零，哦，这个部分我觉得，哎，曾老师问的问题非常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hard， 而且医生都很忙，哦，你要叫他去 label 一些，其实真的是苦工作了，哦，但是我觉得林口长庚这边我碰到的这个医检验医学团队基本上还不错。第二个。基本上我们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其实一直被 challenge 了，也就是说 Deep Learning 很红，那你们都是用简单的 Data Mining 或者简单的 Decision Tree 然后 RF LSVM 等等简单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为什么不用 Deep Learning、哦、那我们有试过，其实 Deep Learning 效果应用上去之后其实效果没有好很多，但是我们知道 Deep Learning 一层一层嘛，还要去认，然后时间多很多、哦、所以这个曾老师果然是厉害，因为我们投稿出去 Deep Learning 太好，所以我们用了这几个方法，然后在 review 的时候 review 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你应该用 Deep Learning 去试试看，然后跟 Deep Learning 跑出来的结果然后跑跑看、哦、那另外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有一个是影像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题目哦，然后林口长庚那边他给我们的这个 data 是细胞，他在影像上面他们有一个仪器，然后那个有影像有这个 R 跟 S 的有那个信号在影像上面，现在我们就有用 Deep Learning 在跑，因为那个影像的部分真的是稍微难、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 Machine Learning 的选择上面基本上还是有试过了哦、Deep Learning 在目前的整个问题的解决上面 accuracy 得到 accuracy 没有多很好很多，但是耗费的时间多很多、哦、那有一些题目我们有用 Deep Learning， 然后有一些哎，目前 Machine Learning 效果就不错，然后我稍微提一下啦，也就是说后段那一边、哦、其实我们是把找出来的 peptide、哦、是丢给，因为卢主任也借调到中医大三年，然后我跟中医大跟亚大也是有关联，所以那时候我们找到中医大卢主任认识的，嘿，不知道叫什么，我忘记了名字。我们有收集了一批
我们做出来的 PEEK 也就是那些 peptide、哦、蛋白质片段有到中医大里面，他用他的 MAS 再重新打一次，然后去做实验。很遗憾的就是那一段那给他的那几段 peptide 的找出来的那个线索都不够多了。如果找出来的线索够多，其实我们的 paper 都可以发表到很好的期刊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哎，后面再有验证，然后这个短的 peptide 基本上是一个，哎，抗药的重要机制，效果就哎，整个这个抗药的机制，还有减哎抗体的这个药物马上都会出来。但是到目前，其实哎进到实验室里面去重新再把那个 peptide 再去打碎。然后我们再去重新组合，再到 database 里面去找，基本上目前然后看都没有很实质的看到有 NAMO 的这个 significant 的效果，也就是目前还找不到。所以谢谢曾老师，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 label 问题，第二个为什么不用 deep learning？ 谢谢曾老师，果然是厉害的，一针见血。谢谢。我想洪老师，其实我非常支持您的见解哦。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黑猫白猫只要会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了啊，所以那这个 model driven 呢，跟 data driven， 我觉得这是将来我认为是不可偏废啊，不可偏废，应该是两管齐下了啊，所以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能够。因为我们将来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个问题点啊，可能是问题是可能一个线。甚至将来会有一个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我非常支持您的看法，非常支持您的看法，所以应该多提出来让大家都了解啊，你们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成就啊。可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后续，因为我们实验的部分没有很强，所以要做到很深入，因为我们也跟中研院那边有他的 proteomics 线路。蛋白质体的中心也有跟他们要合作，但是基本上他说打完之后所有的后面的组合或者 data 打完之后再重新打完之后的资料要全部给我们，我说你那边不是有软体可以直接帮我们做生物资讯的组合跟 database 的社群吗？然后中研那边也不太愿意。 OK， 对，这个是后续，如果能够做到比较深入，有实验室的帮忙一些验证，可能这个的平台的效益会更大。那最后就是说将来这个实验都成功，将来也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到这个医院的这个职场里面，能够 让大家能够受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是这个是非常也是非常重要。对，因为像现在我为什么挑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效果比较好。另外，其实我们在做里面，像大肠杆菌，它大概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资料很杂，它量很大，但是效果都只有在60%-70%。所以，当把这个 accuracy 要用到实质的他们的你讲的职场那边，他们的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concern的，因为只有70%，30%会猜错，所以。在某一些进出上面我们做出来的效果里面怎么调，然后也有用 deep learning 去做，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好，所以我们 也在想说是不是资料清理的不够干净，或者含的杂讯里面太多了。目前有一些菌像 AB 菌或者 AP 菌有的到80%-90%，那个本来就是比较好分，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像 E. coli 大肠杆菌基本上效果就很不理想，所以可能未来要导入所有的进出都用的平台，基本上可能还要在平台在 model 的调整部分还要花一点时间。好，那我想这个时间掌握得非常好，那我就代表大家来谢谢好不好，谢谢我们洪老师这个给我们精彩的一个演讲，谢谢你。好，谢谢江这个互助，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好，那谢谢，我们就到这边了，好， okay.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场次到这里，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互助，谢谢。